最近因为韩国综艺节目《同床异梦》的播出，于小光与秋瓷炫这对跨国夫妇的恋情备受瞩目。但是你知道吗？除了有韩国媳妇，中国也有一对中日的跨国夫妇。相信许多人还记得《伪装者》中那个饰演日本特高科科长的南田洋子，她叫松风莉莉，是一名日本女演员，来中国已经18年了。在2006年嫁给了导演许昂，成为中国媳妇。松风莉莉来中国出演的第一部作品是《家门》，也是因为这部作品与后来的丈夫结缘，情场得意，但是事业却不是很顺利。因为松风几乎就一直出演电视剧中的日本人角色，而且大部分都是跑龙套的角色，偶尔有的分量较重，遗憾的是始终剧红人不红。一直到前2年大火的谍战剧《伪装者》才被许多观众认识。